双春，双春。扬子江头杨柳春，杨花愁杀渡江人。折柳，是离别的意思啊？不会的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已经走了，不再来了。卷绣开始。如今真是穷途末路了，倘若不成，嬷嬷不怪你。嬷嬷放心，我一定会被选中的。你们有钱吗？凭你貌若天仙，没钱是万万行不通的。不说旁的，就光是画师这一关你就过不去。我今日在街市上看见一个人，林少春。你遍寻他不见，是因为他上了选秀的轿子，入宫去了。你是朝廷命官，出入前朝并没有什么妨碍，兴许能亲眼看看。